与富韩国实地采访，游戏制作过程精彩呈现。一般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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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露尼亚战记 ，Behind the Scene， 揭开露尼亚神秘面纱。露尼亚战记之幕后功臣。2001年首次在台崭露头角的露尼亚战记，现今能受到如此多台湾玩家的欢迎，幕后可是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苦。露尼亚背后的功臣，在 OM 中有着爽朗笑声的他就是OM 海外营运长。为了让台湾的玩家更加的上手，跨越语言障碍，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台湾的유저들에맞게최대한루니아전기를바꾸는게제일중요하다고생각을했고또대만유저들이성향자체가레벨업을아주빨리많은시간동안게임을해서그부분에대해서밸런스를맞추는게아주중요했고요그리고또대만유저들이커뮤니티성을좋아해서채팅이나뭐길드나이런것들을지원하기위해서대만친구들이키보드로언어를쳐칠수있게한국은 IME 가하나인데대만은뭐8개를지원을해야된다고하더라고요그래서그거8개를지원을해줘서어떤사람이라도채팅을쉽게할수있도록그런부분들이가장중점을뒀던부분들이것같아요哦原来如此啊现在台湾的玩家们能够如此开心地打着露尼亚战机这些都是 OM 员工与台湾本地代理中华网龙努力不懈的结果哦然而在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그제일힘들었던부분은그유저들이일단채팅이아임중국어를우리는하나도모르는상태에서 IME 를만들어야되는데뭐한국에서는중국어하는사람몇명안되니까테스트를할수도없고계속대만에서테스트해주고하는데우리는뭐7개8개를지원해야되니까그부분이가장힘들었던것같고시간도제일많이걸리고고치는것도제일많았는데결국적으로는아주잘돼주고지금은뭐커뮤니티는채팅하는거는큰문제가없는것같아요为了让所有玩家能够开心的聊天这些繁琐的中文输入法可是累坏他们了但秉持着 fun and wise 的精神什么都不假他人之手您瞧瞧재미있었고요그당시에이제녹음하러갔던직원들이상당히재미있었고뭐사실이제거기에에피소드4에나오는보스몬스터도제목소리가하나들어있답니다예를들어서 이런사운드가들어있죠오